房间有小电视，啊，他父母要看的节目跟他不一样，啊，父母叫他，你到你房间去看你小电视，不，小人看大电视，大人看小电视。这种思想言行，我们听到之后提心吊胆呐，莫无尊长啊！啊，他长大之后怎么办呢？所以想想他从小就这样子来养成，而且小孩很可爱，现在是可爱，大了就不可爱了。这是对于教育上的疏忽。所以20年之后30年之后，外国宗教讲的世界末日我很相信啊。这个问题现在要不重视它，要不认真的想办法来挽救，20-30年之后这世界没救了。所以今天学校教育不讲了，这个社会这些样子，你打开电视，打开这些网络，里面内容是什么？杀盗淫妄啊，全世界的众生脑子里都想起这些，这还得了吗？众业所感。